探友们，早上好，我是阳光吴志仁，今日是2020年11月12号早上11点，我这里的位置是顺德容桂文海西路41号，今日专程过来这间牛式可餐特色店，过来介绍给探友了解一下这里的羊棒骨，一阵间睇下系点样嘅吓。牛式火餐，麻辣最销魂，人间最有百味。羊棒骨，睇下呢度嘅羊棒骨，羊棒骨传统嘅美味。羊棒骨指个系羊腿骨，羊棒骨个骨髓好有营养，营养价值好高。羊棒骨除了富含有蛋白质之外，脂肪、维生素之外，还含有大量的磷酸钙、吉胶原，啊，咁诶，几好营养噃。一阵间试试，俾探友们了解一下吓。哇，只镬好大只噃！师傅啱啱将嗰啲羊棒骨做好，非常非常新鲜。新鲜热辣，啱啱出炉，正。喂，一次性全部都话。啱啱走上口。嗱，呢间咧就喺呢间店，品尝一下我哋呢个。诶，干杯干杯！诶诶，干杯！有有。好。嗱，老朋友，尊称介绍过来，尝试一下呢间店个牛棒骨。都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是这样吃法的。这么大的牛筒骨，最主要是两骨啊，两骨啊，这些羊啊，两骨啊，两骨啊，两种两种可以吃。这个是羊筒骨，不好意思，讲错了，这个是羊筒骨啊。那么最特色的吃法呢，就是先将那些肉，吃完肉是吧？吃完肉咧，然之後慢慢將呢度個骨髓啊，呢度個骨髓啊，咁透氣，大煙，然之後好似飲料咁飲啊，好好豐厚喎，新嘅食法，所以順德人就特別有創意，順德啲師傅啊特別有創意，得個銅骨竟然可以做得咁有個咁有創意。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师这个师傅，那么今天我们的未来探友，我们的探友打下招呼，一边品尝一边品尝这里的私家货，是这样的好，探友们，今日到此为止，我哋下期见。